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大温房地产销售统帅杨雷。今天啊，我有一个土豪的朋友，也是我的这个粉丝，他跟我说，哎，杨雷，我今天要看你代理的千万豪宅，如果看得好的话呢，当场下单，听说把支票都带来了，咱们去看看。Hello，雷老，你好，好久不见。哎，你好，我的粉丝老兄。哎，我今天呢，给你看这1300万的豪宅，说好了，看上可当场下单哦。哎，说好了，这个房子看得我满意，直接签完房，哎，不反悔。我今天合同都给他准备好了。听好了，我这粉丝老兄呢，不能反悔哦。不反悔。好，咱们看看。哇，漂亮。今天呢，我给你介绍这个温西的豪宅，在 South Granville 地区。这个豪宅呢，这两年呢没少赢奖，其中有它的设计，还有它的建筑奖哦。这个公司是坦曼国际公司，不知道这个开发商名字的小伙伴，不重要，最重要的如果是我 Layla 介绍的，那一定就是牛啊。跟我来看看，看看这儿，这个具有传统的优雅理念，还有呢就是这个空间循序递进的那种感觉。你们看一下，尤其咱们亚洲人懂风水的，你能感觉到那个旺字，这个就是旺财旺丁，一旺就旺三代。来，看看这边。哎，这个是面墙啊，哇，这还带一个暗门呢。这个厨房真是又实用又漂亮，还配着能用早餐的中岛。这个是顶级的不锈钢 Wolf 的厨具，整个宅邸啊都是采用了非常自然而且是高品质的这个材料，雪松的木质，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工程地板，还有就是大理石，看那边的大理石哦，连那个烟囱都是红砖制的，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有那种工业带来的不适。哇，宾利怎么把车还开到屋子里来了？这个家具肯定很贵，坐着感受一下。哇，非常舒适，又舒适又豪气，简直就是地主的生活。楼上还有四个套房呢，跟我来看看吧。这个主卧也太豪放了吧，很大，满满的穿梭感。你看我那个粉丝朋友还那么高高大大的，这个大 king size 床他睡正好。咱们看看那个衣帽橱去，这也太漂亮了吧，简直就是明星的衣帽间啊。这才是我的菜，哎不对，这个是我那个粉丝他的菜。看看这主人的浴室吧，也太凡尔赛了吧。哇，把生活过成五星级酒店，那是什么样的体验？跟我来看看这个地下室吧。哇，看到没有，湿蒸，哇，干蒸，各种蒸，太棒了。这个是漂亮浪漫的恒温酒窖，这个酒吧台设计的打制的非常的专业和优雅。哇，什么都有，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我办不到的。哎，粉丝朋友，你看我这音响是好吧？哇，好，我看都不想走了，多待一会儿。我说的就是这样嘛，对吧？哎，我说粉丝老兄，这房子看上了吗？哇，喜欢的不得了，不能自拔了。那赶紧掏钱啊！掏钱没问题，我上个厕所去，回来我们把合同一签。行，去吧。哎，厕所在那边。哎，玩套路，地产统帅，资源满满，下集千万豪宅继续征服你。